见红的叫三中全会。建华，是这意思吗？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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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喝了多少了？反正是八兜子吧。怎么样，痛快吗？痛快，痛快，难得，难得。这是不是有点发泄的意思？在美国生活的不如意吗？在美国生活，什么叫如意？什么叫不如意？你是哪年来美国的呀？我是88年。88年，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快30年了。你好像是专业演员出身吧？是。在北京是做什么呢？是北京曲艺曲剧团的演员。那你到美国没有演出的机会了，这不很失落吗？在美国当时失落呀，当时是头三年真是一直想的是往回翻的。当时为什么来美国呀？来美国就因为怎么说，咱们是家属啊，这个与老太太来了。哎，太太他们家是一半在台湾的，那个分散以后，然后后来找到以后，然后他们来美国，父母来美国，那他肯定办他的家里人呢。那我这个不能因为这个跟他分开，所以就没办法。你当时是很被动来美国的吗？我当时真的很被动，而且呢是很不愿意来。当时正在我演出最巅峰的时候，也是电视剧当时正火的时候，刚刚开始，所以呢没办法，来了以后真不适应，确实不适应。那来了将近30年了，现在再回想起了这段经历，有没有后悔啊？你还真邪了门了，人说我贱骨头，居然我愣不说后悔，而且我是强忍着，还是说没打心眼里真不后悔啊？一点不强忍，我从心底下说，心底下说啊，咱们讲心里话，实诚话，来美国还来对了，给我个理由。理由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生活，这是生活的社会，中国是活着的社会。这话有点深刻啊。哎，生活跟活着不一样，生活是我在这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活着是我在为活着而在奋斗，这叫生活。会让自己很压抑，很压抑，而且很不如意，有时候很怒很怨，但是没地方说理去。美国这方面让我觉得，我可以说是英文说叫 fair，我觉得基本上、啊、公平还是很公平的，基本上啊，表面上啊，最起码是很公平的。对，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人事方面的这些东西，人事纠纷呐、啊，你打点上下打点啊，办什么事这么困难呐、啊？你不需要去疏通各种关系，不用疏通，你只是按着程序走就行了，没有问题。这个看起来挺简单，这个真的是。在中国是太难的一件事了。还有一个人家说，这个我的感觉就是我看到的啊，这个中国的也好，其实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没有话讲的，这个因为自己的祖国嘛。但是爱国跟爱事按他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很多事情不让你觉得，特别是你回国以后，你办一些事情，你就觉得事情办得很不合理，或者是很不 make sense，有太多不公平的地方。地的地方就为什么非得这么做不可？这是让你很让回来以后的人，在这住长的人很不习惯。还有一个人说，美国为什么没有贪官很少？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我觉得美国把官把工作，它是一个工作来做，这是我的感触。他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来做。他不是当做一个权，不是用它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他是一个工作，那也可能你明天就没有这个工作。他是这样的，包括总统都4年选一次嘛，更甭说底下的工这些小的部门的工作。所以他是一个工作，一个叫法而已，并不是这个东西谋到这个位置以后，我就拼命再往上再谋一个位置。美国没有这个，所以这让你觉得你在这生活时间就比较容易，不累。建华，我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啊，哎，你是做演员的，职业演员，对，现在你的同事或者朋友，可能有的人都很有钱了，在中国，嗯，因为做演员嘛，这行是吧，嗯，那么你现在还是应该说，可能跟你的同事同学相比，在财力上还是有差距的，起码不是亿万富翁啊，据我所知，你。有没有失落的感觉？你常回北京？
先呢，我第一没有失落，第二一个我对钱多钱少，我觉得钱多钱少，当然不是没钱，没钱时候很失落，钱多钱少，钱特别多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数字，这个钱在银行里是个数字，并不是你的生活真正的意义。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达到一个就是不愁吃不愁穿，这个跟那个数字相比起来，当然要是摆在桌面上写个数字是有点差距，实际上生活当中没有差距，你开什么车我也开什么车，你住什么房子我也住什么房子，但是我精神的艺术方面的享受，我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享受，我一点不匮乏。作为一个北京人还想家吗？想家是那是必然的，想家我是，而且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恋家的人，想家还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想我们的想家，并不是说我想我当初我年轻时候住过那个地方，当然也想，我主要想我以前的我童年呀、啊、我工作时候我那些老同学呀、啊、老朋友啊，甚至于我们当初合作过的一些事情，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哎，是一种回忆，是一种思念，是一种情怀。我听说你们现在还在做一个节目，就是反映老北京的这种生活啊，说明你对家乡对那块土地还是会有深深的眷恋。对，这个我是特别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这些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中国的文化，这些东西不能丢掉。我现在呢特别其实留恋一些老的东西，老的腔啊，老的调啊，包括老的评剧啊，老的话剧，老的电影，我特别回忆。实际上我觉得这都是文化的馈宝，这些东西不能丢掉，不能忘掉，这是中国的文化。所以我现在有些做这些事情，希望建华你通过你的努力能够把老北京那东西呈现在华佛的舞台上啊，我们特别渴望。哎呀，其实我也没那么大本事，但是我也很想尽我一份绵薄之力吧。哎呦，太好了！中国文化真的太好太好，应该的。谢谢你啊，没事，希望在舞台上见到你啊。好嘞，谢谢谢谢，走一个，干杯，走一个。